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请放掌。 啊，请打开第七页，第四行中间啊，说《维摩诘经》云：“说菩萨虽行于空而重，而执众得本是菩萨行；啊，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啊，这个是《维摩诘经》。 啊，意思就是说，前面问说，如果是呃一般的祖师都叫我们说观空就好了，一念无生啊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啊做这些菩萨行去利益众生呢？啊，那么前面就引经点就是说《华严经》里面说啊，第七地远行地菩萨虽然呢也也是观空，可是要修十种方便殊胜道啊。那么这里讲《维摩诘经》。 啊，也是引证经典来说明说，啊，说菩萨虽然呢、啊，观一切法皆空哈、啊，但是呢，还是要修种种的善法啊。所以这里说《为摩诘经》语，说，菩萨虽行于空啊，菩萨虽然呢、啊，啊，时时刻刻观一切法没有我相人相，一切法都是空哈、啊，可是呢，而执众德本是菩萨行。 可是菩萨呢，啊，还是要呢累积所有的这些功德啊，本就是善根，呃，就是说还是要累积这些功德啊，所有的善法功德呢，还是要去啊广修啊这些功德，所以呢是菩萨行啊。 再来说，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就是说，菩萨虽然说啊，一切法都是空啊那么众生也不可得啊，反正世间法都是因缘生灭的，可是菩萨还是慈悲去救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叫做菩萨行啊。菩萨不会说啊，反正这些都是因缘果报啦这是众生的果报。那么因缘果报啊，反正每个人个人造业有个人的果报哈。啊 那么呢，那么自己呢，在因缘当中，众生自己救自己就好了。那么菩萨虽然知道说众生都是空，可是他还是度众生啊，所以叫做菩萨行啊。那么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啊。菩萨虽然无所造作啊，可是呢，他还是会现这个受身啊。受身就是说啊，他在三界里面，还是会在三界里面啊。 那么随这个众生的因缘啊，在三界里面受身啊，受种种的身呢，来利益众生啊。菩萨不会说啊，自己呢无所住啊，无所住呢，那么就不关心众生啊。那么所以菩萨行呢，他还是有现显现呢，受身啊，就是说还是在三界里面呢啊，虽然它可以超出三界。 可是他还是在三界里面啊，这个叫做菩萨行啊。再来说，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啊。无起就是无生呐、啊，啊，一切法虽然都无生呐、啊，可是菩萨他会去起一切利益众生的这个啊善行，是菩萨行啊。那么就好像我们说啊，救众生啊。 比如说，我们说啊，众生虽然会死呢，但是我们呢啊，救一分钟是一分钟嘛啊，就好像以前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呃医生说，虽然我做医生，可是每个人都会死啊啊，每个人都会死。我做医生，可是每个人都到最后都归于死亡啊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讲说，虽然呢众生都会死啊，但是你救一分钟就是一分钟，让他多活一分钟嘛。 对不对？你就让他多活一一天，多活一个月，啊，那就这就是医生的这个职责嘛。那么菩萨也是一样啊，众生都会死啊，啊，那么我们早点救，晚点救，啊，那个就是，如果学的时候，反正这一切都是轮回嘛，啊，那么众生众生他都是业，他自己造业，自己受果啊。 那么呢，这个就是他的果报啊，啊！但是菩萨他会想说，如果我让众生少一点离苦啊，少一点痛苦，早一点呢快乐啊，那么菩萨虽然知道说这些都是缘起啊，但是他还是会起一切善行啊，所以叫做菩萨行啊。 就好像之前啊，我们在救灾的时候，有的学生啊，年轻人不不懂啊，啊，就在网络上说什么啊，谁叫他们要住山上，啊，谁叫他们要去住那里，谁叫他们不离开？那么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依菩萨来说，菩萨也知道说众生他也是因为不得已，他才要住在那边嘛，啊，如果以社会来说，他就是一个弱势的很弱势的族族群啊。 住在不好的环境、危险的这个森林里面，他就是一个这个弱势的族群啊，他不可能像一般人啊这样子的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菩萨就是不能分啊，不能说啊，容易贵起者业啊，对不对？那这样讲，菩萨这样讲就是没有慈悲心啊,啊。所以如果平等来说，大家众生果报当然是不一样，但是菩萨的话哈、啊，他没有再分啊。 啊，就算是一只狗啊，也不会说，你看谁叫你做一只狗啊？或者是说，你看谁叫你自己不呃自己自己呢？要要要这样子不听话哈、啊，菩萨不会这样想哈、啊。所以菩萨虽然知道无起他是起一切善行，那么这个是菩萨行啊啊。所以我们说，就算是地藏菩萨啦，他能够救他，他也可能知道众生。 呃，救了这个众生，他有可能呢会啊、呃、继续在轮回，在造业。可是呢，呃，菩萨还是一样啊，会去救他了啊，或者是说啊，如果以我们现在呃，如果我们讲成佛的话，我们还没有成佛到结这些人缘呢、啊、哈、啊。如果我们缘结的深呐、啊，将来也许众生呢就会。 信受我们讲的话，我们也许缘结得不深呐、啊。我们现在讲话，众生呢，他不喜欢听啊，不喜欢接受。那么如果菩萨呢，可能生生世世这样跟众生结的缘啊，结得很深，就像阿弥陀佛这样子啊，那么大家就很容易接受了，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是呃，菩萨虽然知道说一切无生无起，但是还是去起,起一些善行。 那么这个才叫做菩萨行啊！所以文殊结经里面说啊，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哈、啊，而常修净土教化以群生。虽然说这个佛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啊，这个环境啊，还有众生啊，都是缘起，都是生灭，都是不可得啦，都是空。可是菩萨呢，还是一样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菩萨修种种的万行。 啊，所以有名言说大师说用经典来证明嘛，哈、啊，现在有名言说大师教大家修种种的善法，那么有的人有疑问说，那可是禅宗的祖师叫我们要无所住啊，那么不要分别哈、啊，那么在当体观自己一念就是佛性就好了啊，何必要去做种种的事情啊？因此有名言说大师说，虽然是这样，可是如果依照经典的话，我们用华严经、维摩诘经。 啊，真正的菩萨呢，是理事无碍。虽然观理哈啊,啊，众生都是空，可是事相上面呢，还是要去慈悲，去救救这个众生哈、啊。再来说，古德问云：啊，万行同为无念啊，今见善见恶，愿离愿成，疲意身心，岂当为道啊？ 就是说，以前的人啊，就问说，啊，所有我们修的万行呢，全部都是要归于无念啊，啊，归于无念、无智、无相啊。那么今天你见到善，见到恶，啊，见到有善要修，见到有恶啊，然后愿离愿成，愿离就是愿离恶啊，你要想要离开恶，愿成就是愿成就善啊。 那么照说，应该所有的修行都是要无念。可是现在你又看到善分别善，分别恶，分别完还要想要离开恶，想要成就善，脾意身心起当为道，这样子来疲累我们的心，这样是修道吗？ 啊，这样是修道的一个方法吗？就是说，以人以前人问说，修道了不是要说我们当下无念就好了吗？现在你又分别善恶，又要去又要去努力的去做，然后让身心这样子疲劳呢？这样是这样是修道吗？啊，那么这个是问题啊。那么回答，有没有说大师说：“是离念而求无念啊，这个离开呢啊，这个心念而求这个无念。” 尚未得真无念，哈、啊，这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心念，而、呃、想要去追求一个无念，那么这种呢，尚未得真正无念，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无念，啊，真正的无念是什么呢？下面说，况念无念而无碍乎？啊，其实念当体就是无念，无念不离开念，啊，那么简单说呢，就是说。 无念呢，并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做哈、啊，那么呢，我现在都关空哈、啊。无念呢，并不离开度众生的这个念，并不离开呢行善的这个念啊。所以行善的当体呢，它就是无念啊，并不是说我不做度众生的事情呢，那么我都不去在事相上面做，才叫做无念啊。所以这个有没有说大师说。 此离念而求无念，尚未得真无念。哈、啊，离开心念而去追求这个无念，那么这个尚且还不是真正的无念哦。真正的无念是呢，下面说的：况念无念而无碍乎？念跟无念都是无所障碍的。哈、啊，佛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当体就是无念。 啊，那么无念也不用说不去度众生，不用在不在事相上面做，所以说念跟无念它是无碍、无所障碍的啦，哈。又无念，但是行之一啊，啊，无念只是修行的一个方法而已啊，修行的法门的一种啊，哈，所以叫做行之一啊。比如说，起之呢一念断圆。 啊！如上所引佛子焕然啊，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无念只不过是修行的一个入门的方法而已啊。几知呢？一念顿圆，这一念呢，当体呢，顿时就圆满。如上所引佛子焕然，这个佛陀讲的经典呢，《华严经》《维摩诘经》里面就讲的很清楚啦，就是说。 无念并不离开我们当下来度众生、来行善、来做功德的这一念啊，啊，换句话就是说啊，无念只是呢从空下手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像大经说《大般若经》上面里面说有四门啊，空门有门啊，亦有亦空门，啊，非有非空门，那么呢？ 如果讲说一切都无念，就只是空门，只是修行的一个方法而已啊！哈，那么呢，我们如果说要修种种的众善呢，就是说我们要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从有门啊啊，所以说这个佛呢，佛法就有四个门，就好像城门一样啊，你从北门进呢，也是可以进的啊，从南门进呢。 也是可以进呐、啊，都可以到这个这个中间，都可以到这个城市的中间啊。所以说无念只不过是一个修行的一种方法而已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呢，其实它都是顿时圆满啊，如上所以佛子焕然，呃，佛陀的旨意啊已经很明显了，不是说只有叫我们说观空啊，那么呢是不做事项而已哈。啊 而得空腹高心，以少为主啊。那么怎么可以空腹高心？哈、啊，空腹就是肚子空空呢，可是心呢却提得很高。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心里面没什么学问啊，然后就讲得很厉害啊。那么以少为主，得到一点点呢、啊，就觉得很有修行啊。空腹高心，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说。 啊、呃，有那么大的修行，那么大的功德啊！但是呢，一讲啊，就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啊，都能够无所住啊。那实际上啊，心里面呢，它是空的啊，空的叫空腹。高心就是自己的心呢啊，觉得很高高尚啊，以少为主呢，得到一点点啦、啊，就觉得很满足啊。佛法呢，以佛来说，菩萨来说，都是经过无量劫的。 修行啊，所以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那个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呢以这个从发心以来呢，思维五劫啊，思维要怎么样发愿，他就想了五劫，然后就从此以后生生世世啊，这样子呢来修集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阿弥陀也不是说他发了愿，然后他讲说我都无所住，我都放下，这样子他就能够成就。 啊、哦，阿弥陀要无量劫这样修行啊！啊，像地藏菩萨这样，像观世音菩萨啊！哦，我们怎么可以觉得说啊，我一点点就够了啊？得少为主。你欲挖咸海量，迎眼日光啊！想要呢，青蛙嫌这个大海太大了啊！因为青蛙都是都是在都在井里面游嘛哈。啊 然后想说，海这么大有什么用啊？因为呢，蛙嫌海量，就是说，青蛙它的心量就这样而已啦。想说，哇，我呢都爱郭靖来地呢，望着天呢，望着景呢。我这样就很高兴啦、啊，日出日落，看太阳月亮，哦，我就很满足了。然后结果看到大海的时候，觉得说，啊，你这个大海太大了，没用，没用。像我这样的郭靖安尼都搞。 啊，所以挖贤海量就是说，我们以凡夫的心量啊，去看人家菩萨、啊，觉得说啊，他在四象上面修行啊，怎样怎样怎样啊，所以挖贤海量，萤眼日光啊，用萤火虫的一点点哈、啊，想说我萤火虫这够亮了，太阳那么亮干嘛？反正我照到我的前面哈、啊，当然萤火虫不是照到前面，是照到后面了哈、啊。那么照照照着就好啦、啊，何必要太阳那么大呢？ 哈，那么这个是譬喻啦，比如说我们学佛哈，啊、呃，就是佛法是无量的广大，无量的这一个深广啊。那么我们不要学祖师啊，动不动说菩萨如何啊。那么我们又好像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啊，好像真的可以斩啊。实际上呢，啊，都是斩到自己了啊。那么那我们呢？ 呃，斩到自己，斩掉自己的善根哈、哦，这样说人家这个菩萨、啊、怎样怎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自己以少为主了哈、啊。再来说问啊，这个又设问题呀、啊，问说：敏觉无际，静智俱空，是主佛子归圣贤要路啊。若论有作，心境宛然。 平和教文广成万善啊，他说敏觉无际啊，就是敏除啊、断绝啊一切的境界啊啊，那么叫做敏觉，就是比如说我们离一切相啊啊，离一切心啊啊，那么这个叫做敏觉啊，身心俱往的意思啦啊，然后呢，静智俱空，境界也空，那么我们的心心智也是空。 啊，我们修行不是要这样吗？心心境都空，然后呢，这个呃身心都空啊，这样就好了啊！啊，这个是呢，主佛子规主就是祖师，佛就是佛陀啊。他问的人认为说，祖师佛陀不是都叫我们心境具空吗？身心俱往吗？啊，那么心乃至境界智慧，通通是空啊。这是祖师佛陀他们指导都叫我们这样啊。 啊，圣贤要入圣贤都一定要入这个呢啊空啊。那么若论有作，心境枉然。如果说啊，你们要叫人家去做善啊，要做功德，要行善，要拜佛、念佛、供养啊，那么要发心，这都是有心有境啊，心境枉然嘛。那么你要布施，就有一个布施的人啊，布施的境界；你要拜佛，就有能拜的人啊，所拜的佛啊。那么这样不是心境。 很清楚嘛？有这个能所境界，我们照说应该是没有身心俱往啊，啊，心静俱敏啊。那么怎么会说叫人家要去做善啊，去做功德啊？这样做了以后，不是心境纷纷扰扰吗？啊，平和教文广成万善啊。那么呢，如你凭什么这个经教的文章叫我们要去修种种的善法吗？其实。 祖师佛陀都叫我们身心俱亡啊！啊，为什么你都要叫我们去行善呢？啊，去行善呢、啊？哦，修种种的功德呢？啊，那么永明大师回答说：啊，诸佛如来一代时教啊，诸佛如来啊，他们呢这一个啊一代就是说佛陀视现这一生呢哈，八、啊、十年了、啊、哈、啊，他们这一生当中所说的教法呢？ 自古及今呢，分宗慎重啊，从古到今啊，这个宗派分很多了啊，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分的是说啊，佛的佛的时候那个时代，然后呢又有分部派的时代，时代啊，部派里面又分很多宗啊啊，到了这个印度大圣又有分很多宗啊啊，乃至我们中国说有八宗啊。 啊，中国传传到东土的时候，中国说有八宗啊，啊，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宗，很多了、啊、哈。初期大约啊，初期大约来说了，不出三宗啊，就是说不管八宗啊，或者说多少宗啊，就不管了。简单的大约来说，是可以分三宗啦、啊，啊。这个是一，这个啊永明大师说，说第一个相宗啊。 就是唯是，在后面讲的就是唯是了哈。第二个空中啊，讲一切吧，皆空。第三个性中啊，性中，这是这一个呃，永明大师他认为佛教的一个啊分类，分这个三宗啊：相宗、空中、性宗啊。那么再来下面说什么叫做相宗呢？啊，若相宗多说是。 啊，空中多说非，性中唯论子子，即同潮汐见性成佛也。啊，那么他解释这三中。啊，那么所以说，若相中多说是，啊，相中呢就是讲很多呃法相，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说的法相为是宗，啊，为是里面就会讲八是，讲白法。 啊，那么这些种种的这个名相很多啊，都是在这些啊唯识呢八四白法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名词啊名相啊，所以说啊相中呢都是多说法相啊，说说是啊，事就是说有了啊有有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白法。 五八四，就说有八四啊，众生有眼视耳视啊，然后跟我们说又有白法啊,啊，五位白法，这个心心王心所啊，然后色法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有那么多的法、啊，好像法很多了啊。那么再来说空中多说非，空中多说没有，这没有法。 啊，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身香味触法，没有眼界乃至意世界，无名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老死尽，乃至也没有佛啊，都说非啊，可是呢，相中法相就说哦，有那么多的名相，有八事，又有白法，又有什么依他起性，呃，又有遍计所执性、缘尘实性，反正很多啦啊。啊，空中就说啊，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身香味触法啊，乃至无智亦无德，啊，也没有佛。 啊，也没有众生，也没有生死，也没有轮回，啊啊！可是呢，这个相中都说有，哈、啊，那么性空中都说非。再来呢，性中唯论直指了、啊，啊，所以性中都是直指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的心性，即同潮汐见性成佛啊，性中都是直指心性了、啊啊，心性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再来说。 如今，呃，不论见性，往事正宗，多执是非，纷然增进。如今的人呢、啊，都是不论见性，那都不了解我们的真性啊，往事正宗，不了解我们的佛法的正宗啊，多执是非，纷然增进，都是指一些是非啦，是非。 纷然真竞，纷纷扰扰啊，在那边争执啊，啊，在那边比较啊，啊，接不了祖佛密意，但续言全。哈、啊，那么、啊、都是不了解祖师佛陀他的密意啊，密意就是说佛他的真实意啦，佛的真意为什么叫做密意？因为众生不了解就密了啊，佛并没有密啊。 对不对？是众生，我们众生不了解哈、啊。那么佛的真意是什么呢？但是言诠，我们只是依循着这个言语的诠释而已啊。我们并不了解佛陀的啊这个道理啊，祖师的道理啊，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心性，就好像以前的。 呃，永明大师说，我们的这个佛法里面有分相中、空中、性中一样。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说，啊，相中是对；有的人认为啊，相中不对，空中是对；有的人认为啊，空中相中都是教理，我们禅宗只指人心才是的教外别传。 啊，那么永明大师就是说，因为我们众生不了解这三宗，所以才会再分呐、啊，分说了这个是空，这个是有，然后我们是直指人心，我们是教外别传，那么才会这样子分。如果如果一了解心性的这个佛陀祖师来说，三宗都是一宗啊，三宗就是一个佛心而已啦，哪有其他这个三宗？只是因为众生的理解啊，那么不了解啊。 所以这里下面说，最后一行说第八页最后一行说，那么如教中，或说四者呢？啊，如果讲到四，就是说啊，有种种的法相啊，八事啊，白法、啊、很多名相，这个呢，即是依性说相教啊，就是说依着我们的心性真性来说，我们的心性里面有具足有这些相啊，比如说。 不离开心性而说这个八四白法，实际上八四白法都是我们的真性啊的一个面相啊一个面相，所以叫做一性说相教啊。那么再来说，霍言非呢是破相显性教啊。我们呢啊为什么经典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无智亦无得，是为了要破这些離相，离一切诸相。 啊，然后显出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叫做破相显性教。啊，说空是为了要破相显性。啊，并不是说没有一个真性。啊，没有一个真性。啊，就像以前啊，说这个啊、呃，我以前讲过了，就是说，像有的人讲说，哈、啊，这个经典里面说一切法无自性。啊。 然后呢，所以有法师就说啊，你看经典里面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你看《金刚经》啊，说离一切诸相啊，哈，那么呢，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样是做正确的哈，那么如果说啊，像《六祖坛经》说啊，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此了成佛。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讲说有自性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佛。 今年不是讲说没有自信吗？所以这个六祖坛经呢，不是佛法啊，不是佛的意思啊。有人真的这样讲过了、啊、哈、啊。那么换句话就是说，他认为说只有破相的这个中呢才是对的。如果讲到说性啊，就是有啊，就是有啊。所以就就好像有人说啊啊，之前有人曾经写字条问啊，一个居士问说，呃，说请问呢、啊？ 呃，经经典里面说一切法皆空，那个是空哈、啊。那么有的经呢、啊，又说有阿赖耶士哈、啊，又说有如来藏，那都是有啊。那我们到底是从有来下手修行，还是从空来修行啊？那么呢，我说啊，对啊，当我们有的人说讲阿赖耶士就一定是有啊，或者是讲如来藏一定是有。 有有我的啊，那么呢，只有讲波若是无我的啊，那么这种说法呢，到现在人还是有有这种这种想法啊想法。比如说，有的人说啊，这个波若呢叫做性空为名啊，那么呢，这个呢为事叫做呢虚妄为事啊，那么这个如来藏叫做真藏为心啊，那么说起来好像如来藏的这个经论或者是。 呃，维世的、阿赖耶士的经论都是偏有，那么只有般若呢一宗才叫做是空，才是真意。所以这个就是我我们众生分出来的。实际上呢，啊、呃，阿赖耶士呢，我们白法说过了，阿赖耶士一一开始，这个白法四亲菩萨说，如世尊说，一切法无我哈，一切法就白法、啊。 阿拉耶是也不是我啊，也没有说我就是阿拉耶是啊,啊，那么，比如说楞严经说如来藏，如来藏也叫做空如来藏啊，哪有说如来藏就是有呢、啊？对不对？空如来藏嘛，哪有说如来藏就是我，就是有、啊、那么阿拉耶是说，白法是心不在，说一切法无我。什么叫做一切法呢？就是八世啊、眼识乃至阿拉耶是都是无我啊，乃至真如也是无我啊。 缘成实性也是无我，所以这个无我相呢，是呢佛陀的一个啊人无我、法无我，这个是佛陀的一个啊一一一个真理啊，所以唯是并没有违背这个真理啊啊，如来藏也没有违背这个真理啊。为什么讲到人家讲唯是如来藏就要讲说啊这个唯是如来藏都是属于有我啊啊，只有般若是属于无我。 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啊啊，现代人呢跟古代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性中、相中、空中、他们三中的一个一个方法哈、啊，呃，理解不同。所以我就说，像以前的禅师啊，圭峰宗密禅师、永明延寿禅师，或者是偶一大师，他认为说唯是的啊相中。 呃，般若的空中，还有那个如来藏的这个、啊《楞伽经》經《楞严经》這，这个讲如来藏自信清净心的这这个性中，指指心性的啊，三个都是圆融，都是一个，都是一个。但是现在的人呢，就是说祖师他可以把这三个汇成一个，但是现在的人却呢。 啊，认为说只有般若的才是佛说的，那么如来藏、阿赖耶是啊，甚至于《阿弥陀经》啊，可能也不是佛说的，因为他们都是有啊。那么，所以这是现在人跟呃古代人他们在了解这三宗、性中、空中、相中，他们的一个立场跟角度不一样。以前的人好像可以圆融起来，现在的人觉得不能圆融起来啊。讲到后来就会说啊，只有。 阿含呢才是佛的真意，其他都是都是多出来的，或者是增加的，或者是附属的，或者是发展的啊。那么好像就是说，讲到后来就变成大圣，可能不是佛说的啊。那么净土也不是佛说的啊。那么很多经论都不是佛的真原意了，好像变成说大家都掺杂了很多东西啊。那么这个是现在人的一个一个想法啦啊，一个想法。 跟这个研究佛法的一个方法啊，研究佛法一个方法，所以这是一个呃方方法的问题啊。啊。那么这里说，如果一呃永明延寿大师他们那三个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圆融啊。那么到了现在呢，有些人他不能圆融啊，就像我刚刚说的。 金刚经啊说无我相无人相离一切相啊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六祖说菩提自性本来精进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那好像有自信哦，好像是有我的哦，好像是有的哦，哈、啊，那么甚至于我们说啊有阿赖耶识啊有如来藏啊,啊那那好像都是有的哦，哈、啊，所以我说啊那个居士问那个问题我就说啊那你因为你是先入为主啦。 你受人家指导，你看人家的书哈、啊，所以人家讲说啊，如果这个经论里面讲到有阿赖耶识啊，哈、啊，那么呢，讲到如来藏好像都是偏于有的，啊，偏于有的，有门的。实际上不是说了吗？如来藏就叫做空如来藏嘛，如来藏也是无我啊。阿赖耶识不是说一切法如世尊说一切法无我吗？八世都是无我，阿赖耶识也无我，阿赖耶识哪里有啊？ 阿赖耶识是生灭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呃不了解的人，在这个三宗里面互相排斥啦。实际上，三个应该是互相圆融，就是说啊、呃，性中，直指人心的性中，或者是法相为是的相中，或者是般若的空中，他们三个应该都是可以圆融的啊。那么如果不能圆融呢？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态度。 就是说，如果不能圆融，是我脑袋不好啊，喜我头脑派，我想欢啊？按摩工我这如果不能圆融，是他们错了啊。那个经典都是有问题，这个经典也有问题啊。那么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哈、啊。我们不能说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啊，应该想说都是我的错啊。如果我我我我这个经典我看不懂，是我我不会。 我、哦、不能把它贯通，就像我们常常问说，《金刚经》教我们离一切相，可是念佛就教我们念佛啊！啊，《金刚经说》说不以色见，不能因身求念佛，又要念阿弥陀，要念出身啊，对不对？又有身啊，又要观相，又有色啊！啊，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啊，那么如果我们呢搞不懂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讨卡派，我讨卡驳合，脑筋不好用啊！那么所以我不知道《阿弥陀经》跟《金刚经》的问题。 那么他们怎么样去圆融？我想无，啊，想无是讲我头壳无好啊。啊，有的人不一样啊，就讲说啊，《金刚经》确是对的，啊《阿弥陀经》是不对的。哦、啊，金金金《阿弥陀经》跟《金刚经》无阿多会会通的时候，一定会得、就是、二选一，但、就是这个对，阿、啊、不是这个对，阿不是《金刚经》对，《阿弥陀经》不金金对,啊,陀金不對啊，对不对？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也是千错万错，有的人错到后来就说啊，祖师也错了，佛陀也错了，经典也错了，都是别人错哈、哦、啊！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想法，就是说啊，我那想无是挂他卡拜啊，我想无啊啊，这个经典不能融通啊，不能说啊那个到后来的时候、這個，这个这个龙树菩萨也不够看啊，那么佛也不够看。 啊，他只有他自己比较聪明了、啊、哈、啊，所以来评论说这个经也不对，那个经也不对，这是一个呃一个一个怎么样讲怎样说态度的问题啦、啊。如果我们听不懂啊，想不懂呢，应该是说我们呢自己脑筋不灵光啊，千万不能说我们说啊，因为我想不懂，所以这个经典跟经这个经典两个不能相容，他们是互相排斥的，那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啊，自己的想法，那么掺杂了自己太多的想法哈、啊。这里是就像这个有名大师说：“多执是非，纷然增竞啊，在那边争论说：“哦，这个经这样，那个经那样，都是自己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哈、啊，争论说：“啊，这个经有有正确，那个经不正确。”啊，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理解哈、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应该用这种态度才是啊。 我们学佛要用这种态度才对，要、啊、不然我们有时候我们造业啊，人云亦云呐、啊，对不对？人家讲说啊，这个都是我们要一切皆空才对。你看，都是讲阿赖耶是讲有啊，如来藏也讲有，极乐世界也有啊，都是也是有啊，啊，所以我们当下观空都是净土啊，心清净都是净土啊，那里个可以极乐世界。那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就造了业，啊。 啊，所以自己要想说啊，我听不懂，我了不了解啊，是我们自己的业障重，我们自己脑筋不好用啊，不能学学一些人说啊，那个这个经也不对，那个经也不对啊。当然，大家大家是没有这种问题啦，但是有些人会有会有这种问题啊，会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哈、啊，所以就。 这个是讲这个三个宗哈、啊，所以三个宗如果依照祖师来多，它是可以融通的啊。那么呢，那么因为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觉得啊不能融通啊。那么如果依照祖师，他们三个都是一样啊。那么现在人呢不能了解啊，就觉得说嗯，那这样讲到这样这个这种都不对，那也不对啊。乃至念佛也不对啊。那么求生极乐世界也不对。 啊，那么只有说一一种对而已，其他的法门都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变成变成是非啦啊，变成是非哈、啊。所以呢，我们再从这个第八页这边再读哈、啊，大概比较再聊，我们再读一遍哈、啊。说答这边哈、啊，说诸佛如来一代时教，自古及今分宗甚众啊，分宗很多啊，初期大约不出三宗。简单来说啊。 从以前的祖师来说，就是分三种。第一个啊，相宗啊，那么相宗呢，如果依照圭峰禅师说，相中包含了小圣，包含在里面啊。如果大圣就是唯识，所以包含小圣相中，小圣的相跟大圣的相。所以如果有人说啊，这里没有讲到小圣呢啊,啊，那么小圣它要归于这个相里面啊。那么呢？ 再来呢，空中第三个性中。那么如果要实际上去了解，可以看桂峰宗密禅师他的那个解释，他比较圆融。那么永明大师他讲的比较哈、啊，分个大个三三个分类而已啊。再来说，若相中多说事。 啊，相中都说有啊，八事白法都讲这些，很多名相啊，什么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啊，然后然后什么这个异手果，不是奇异果了，异手果等流果哈、啊，世用果哈、啊，那么等等啊，就是种种名相很多啊，都说是啊，那么空中多说非啊，空中就是阿、啊、妙啊，无无眼耳鼻舌身意哈、啊。 那么心中唯论子子，直指人心呐、啊，就是潮汐见性成佛。潮汐就是六祖啊。那么如今呢，啊，如今不论见性，往事正宗。如今啊，如果真的不能够见到佛的真性的话，哈、啊，没有办法了解这是这个啦啊。所以说多执是非，分然真进。所以在这里面分啊，说啊这个对，那个不对啊。 哦，那个好，那个不好啊！啊，其实都是法门啦啊,啊，接不了主佛密意，但训言诠都是不了解主是佛的意思啊啊，还有只是看着文字上面，觉得好像矛盾了、啊，啊，就觉得矛盾再来说，如教中或说事者，啊，及一性说相。 教中虽然有说是啊，比如说有说八事，有说白法，其实可是这个讲种种一切法，当并没有离开真如性啊，都是依着真如性、二无我的真如性呢，二空真如啊来说这些相。所以呢，虽然说有八事、有种种法，可是都是无我啊，都是依这个二空真如性来说的。所以有这些相呢，都是只是在讲它的依他其性。 啊，那么这些相，所以叫做一性说相教啊。或言非者是破相显性教，讲一切法都空啊，都要离一切相啊，离色身相味触法。这个破相是为了要显示真性啊，是为了要明了性性。那么再来唯性中一门闲了子子，不说是非啦。啊。 第九页这第一行、啊、说：“只有性中的直指人心呐、啊，啊、哎，不说这个是，不说那个非，啊，哪个是你的心性啊？直指人心呐、啊，啊，那么如今呢，多种非心非佛啊。我们现在的人，这个法门有三种：性中、向中、空中。但是现在的人啊，讲到禅宗，大部分都说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敏觉之言以为玄妙啊。” 大部分人讲说啊，不是心，不是佛啦，啊，离世都要离啦，这种泯绝之眼，泯一切相，绝一切相的这种说法啊，以为这个比较玄妙啊，比如说没有佛，没有众生啊，那么这个呢，以为这样子呢是很很玄妙的，不知但是遮权治病之文啊，只此方便认为标的。 啊，不知道说这个是为了要遮权哈、啊。遮呢就是遮止妄相，权是真性啊，叫做遮权。什么叫遮权呢？就是遮止这个妄相，妄相都是虚妄的啊。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我们说啊，射不可以射箭，不能一生求，为什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叫做遮。 遮止妄相，虚妄的相，权呢就是全显真性了、啊，叫做遮权啊，就是说要把这个不是的呢遮止以后，才能够诠释出我们的真性，它是清净的，它是无相，所以呢，所以非心非佛啊，那么一切都离的这个只是遮权治病之文，治病就治疗我们的妄想执着啦、啊，这个病。 啊，因为众生着相嘛，所以告诉你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什么相都要离呀、啊，离一切诸相啊，即命诸佛。这个治这个妄想执着的病啊，那么我们却只此方便认为标的，我们却把这个离一切相的这些呢啊、呃、方便法，当作呢它真正的目标啊。实际上呢，离这些相是为了要证得真性啊，证得真性。 啊、哦，那么正德真性的话呢，才是真的目标啊、哦。那么永明大师意思说，我们不要只有把一切啊皆空的这个文呢、啊，非心非佛的当做比较玄妙啊。而如果人家叫人家念佛、拜佛、礼敬诸佛、广修供养，就认为不玄啊，也不妙。 对不对啊？像虽然也不用供佛，也不用拜佛哈啊，自信就是佛，不用礼佛啦。自信就是佛，不用供佛来，不用点香，也不用做修功德，这个的认为说比较妙啊，因为他们离相啊。如果叫我们多修功德、多拜佛、多念佛，啊、这没什么老生常谈，这个比较不妙啊。所以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所以呢。 呃，永明大师认为说，我们一般人都认为非心非佛比较玄妙啊，离一切相的敏觉之眼比较玄妙。那不知道这个是遮权啊，这个是遮止妄想要全显真性的一个方便而已。它是治病之文，为了要对治我们的妄想执着啊，所以不是心，不是佛啊，不是物，这个是为了要让我们离一切相啊啊。 那么呢，有时候全显的时候也会跟你讲石头瓦砾呀、啊，对不对？啊，那么呢，这个啊，灯笼入住啊，禅宗祖师哎都会讲这些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说遮权治病之文，直指方便认为标的，啊，以为说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啊,啊，这个其实只是方便而已，当做我们的目标哈，却、啊、不信表权直指之教啊，却不相信说。 表权呢？啊，那么表权就是表示全显啊，直接显示心性的教啊，那么却不相信啊，那么不相信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说啊，叫人家拜佛念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念佛，这种呢，一般人是比较不相信的哦。 就是说你一念念佛，就示心作佛，示心是佛啊！念佛法门就是这样啊。可是，一般人觉得这这个没有什么啦啊，不是心不是佛，佛来魔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般人就哦，这个比较厉害啊，那么却不相信表权子子之教啊，不相信说我们要多念佛啊，示心作佛，示心是佛啊。那么那个呃，一佛念佛千年当然。 毕竟见佛去佛不远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些东西啊是叫我们念佛拜佛啊。那么这些子子的这个学法呢，不是很相信啊，不信表全子子之教，顿于实地昧却真心啊，离开了这个实地真实的境界啊，遗遗遗失了真实的境界。 昧却真心啊，不了解我们的真心呐、啊，啊，不了解我们的真实的心。如楚国愚人认鸡做凤啊，像楚国人呢、啊，没有看过凤凰啊，看到鸡以为是凤啊。那么楚国人他可能没看过凤凰吧？啊，也许北方的有没有有凤凰啊？那么楚国人没看过，他只有看过鸡呀、啊，啊，看到鸡以为是凤凰吧？啊。 对不对？以为是凤凰啊，那么呢，就是说不了解的人呢、啊，啊，这个是比喻说，有的人不了解说我们呢直指人心啊，直接叫我们修行的方法，以为说啊这些都一切都理，一切都绝，什么都不做的，啊、那么以为说这个比较厉害啊，这个就如同楚国的愚人呢、啊，他不知道凤凰是什么，呃，任鸡作凤啊。 由春池小儿子使为猪啊！春池就是有一个池塘啊，叫做春池啊，可能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池塘。那么这个池里面湖里面呢，它有一种石头，很像宝石，很像宝石。就是说春池就是可能是一个地啊哈、啊、地方，然后这个池里面呢，有很多的石头，很漂亮啊，很像宝石。 那么这个春池呢，小儿指使为珠，小孩子到那个池塘里面，捡到那个石头了，都以为是宝石宝珠。就像我们去海边呢、啊，我们又不晓得什么宝石宝珠，捡到一个东西，以为说我捡到宝了，其实那个、哦、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了哈。那么呢，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捡到以后就觉得说，哇，那个是宝啊，所以说春池呢。 在这个春词当中呢，小儿呢指使为猪，小孩子不知道捡到石头，以为捡到宝石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呃，也是形容说佛讲破相之教哈、啊，只是一个呃，叫人家不做这些种种的这些有违法哈、啊，只是一个方便了哈、啊。但任浅近之情，不叹生命之旨啊，哈、啊。 那么只是认着我们前进的这个情子啊，哈，没有去探究它甚深秘密的这个深奥的意志，迷空方便其事，岂是真归啊？迷于这个空的方便，空方便就是说叫我们不做，啊，不分别，不想，不思维，不要做善，也不会做恶啊，统统不做了。这个叫做空方便。 啊，那么什么叫有方便？就是说啊，叫你的拜佛、念佛、供养、发心实、持戒啊，那么这个也是方便啊啊，叫我们说哦，一切啊都空也是方便啊，所以这个弥在方便法，岂是真规。怎么知道他真实的子规啊？那么这个是有名大师说，我们呢，其实。 佛讲的法就是分三宗啊，啊，那么这个三宗都各有各的啊这个道理。如果是相宗的话，就是依性说相啊，依着这个真性来说种种相啊。那么如果空中的话，破相显性啊，为了要显示真性。那么性中的话，直指啊啊，直指我们的心啊心心体啊我们的心性。 那实际上都是佛说了啊，不要偏执偏执在一方啊，认为说啊这一切吧都空，没有心，没有佛啊，没有没有境，没有智，没有身心世界啊，那个好像才是呃才是比较就近的啊。再来说问。 说诸佛如来三圣教典，唯有一位解脱法门，只有一位啊啊，就是观空了哈、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啊。云何广说世界生灭缘起呢？啊，比如说佛就叫我们观空啊啊。为什么说有极乐世界？讲极乐世界干嘛？啊，讲极乐世界我七重横竖七重罗网，讲这个经有什么意思吗？啊？ 应该讲说啊，一切都是空了、啊。要讲这些有什么极乐世界讲净土啊，啊，我讲说种种菩萨行啊，啊，这些的生灭缘起啊，还有你心即失不顺真如啊，我们起心动念就失啊，就失，就错失了，不能顺于真如自信啊，动念即乖违于法体啊，就是说一切的经典都叫我们要观空啊，不能起心动念啊。 你心即思，动念即乖，这样的不对啊啊，现在怎么又要讲说啊？这个清近佛的世界，要庄严佛的世界，要成就净土啊！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极乐世界怎么成就啊？极乐世界怎样怎样？讲那些世界干嘛啊？那么讲那些相做什么呢？啊！再来第十页，说若论一相一位。 啊，此乃三圣全教约理而言啊。如果讲一向一味，就是空了啊。这是三圣的全教约理，就是约空理来说啊，约空理来说啊。那么如果依空理来说呢，即一切因缘而为过患啊。一切的因缘呢、啊，度众生啊，发心啊，拜佛了、啊，成就庄严净土，这个都是因缘，都是讲它的过患。 都有他的过失啊，哈、啊，有为功德都是过患啊。就好像我们如果看过达摩这个这个破相论啊，达摩祖师那个四行观还有破相论、血脉论里面都说一切法都是空啊，啊，自心就是佛了，不用拜佛。自心呢，心呢，啊，如果常起正念就有心香了，不用供香了，啊，也不用供花了。 啊，花就是代表我们心里面智慧。只是心里面如果有智慧，不用供花啦，啊，也不用供灯啊，供油啦。那么呢，就是破相论里面说的，啊，这是约理来说啦，认为一切因缘法都是过患，啊，多生疲劳啦。啊，那么比如说啊，供火、供花、供香，那么拜佛、念佛、诵经，都是多生疲劳，过患啊。 那么这个是讲说，因为站在空里来说啦，我们做这种种的事情呢，不能执着啊。如果有执着啦，觉得自己做的很好啊，那就是违背这个空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说，今所及者为显圆中。如今呢、啊，这个永明大师说，我今天所收集的啊，都是为了显示圆教啊，圆宗。 一一缘起皆是法界实的啊！我每一个缘起啊，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啊，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那么这一个呢，都是呢法界实的，都是一真法界当中真实的功德。所以我拜佛也好，供养也好，忏悔也好，那么称赞也好啊，那么呢，都是呢真实的功德啊，并不是。 生灭的因缘啊，再来说不成不破，非断非常啊。那么不成就是说，即使说这些相，也没有说这个相，这些相都本来就虚妄啊。虽然说礼敬诸佛啊，供养如来，也没有能供养的人呢、啊。啊。但是又不坏事相，叫、就、做、是、不破，非断非常啊。非断就是不是断灭了。 啊，不是说一切都空就好了，也不用拜佛，也不用念佛啊。但是呢，虽然拜佛念佛，可是也没有说我在拜佛啊，因为当体就空啊。啊，就好像有人说啊，你如果念佛，就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啊；拜佛有能拜的人色身啊，所拜的佛啊。那么这样能所纷然呐、啊，啊，这个事相不断，这样怎么能够证得真理呢？啊？ 可是实际上，它当体呢，就是就是空了啊。能念也不可得，所念也不可得啊。所以非常，乃至神变思维皆法如是故啊。乃至起种种的这个啊、呃、神通变化啊，那么思维就是说佛菩萨的度众生种种的啊、呃、这个变现啊，或者是这个呃感应啊。 这些都是法如是故啊，法的真实性就是这样，都是一真法界，本来具有如是的功德啊，非假神力暂得如是啊，并不是假这个呢作意啊，神力就是作意啊，故意造作的力啊啊，暂得如是暂时是这样啊，意思呢下面说，才有一法原生，无非性起功德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法源生拜佛、念佛、供养、忏悔、发心啊，布施。那么任何一法因缘所生当中，无非是呢性起功德，就是说如来藏、自信清净心，我们的本性所起的功德啊，都是呢合乎于啊我们的本性，都是归于我们的本性。 啊，并没有说我在布施就是要做着事相啊，我在呢啊忏悔、拜佛、念佛，就是有为啊功德，都是呢本性的功德啊。所以《华严经》云：“指华藏世界海中，在我们这个华藏世界里面啊，不论若山若河，不管是山或者是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 乃至这个山上的这树林啊，哈、啊，森林啊，乃至这个围城，乃至毛发等处呢，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的啊，每一个都是称和于真如法界，都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是华严经说，如果站在一真法界来说。 山河大地呢，这一个树叶、一个毛发、一个微城呢，全部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是站在一真法界说了。那如果站在破一切相的话，山也不可得，河也不可得啊，树也不可得，那当然微城毛发，当然也都不可得，因为那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么这个是站在他的破除妄相来说是这样，可是如果站在华严经的话，一毛一尘一毛法呢，全部都是一真法界啊。所以我们这个经典里不是说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为城里转大法轮，所以一毛端一微城呢，都是真如法界。 啊，都是一真法界，都是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换句话就是说，如果站在一真法界来说有，我们也不用去排斥山河大地，对不对？我们也不用去排除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乃至我们的围城毛发，都是称真如法界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不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也都是真如法界了。 对不对啊？那么如果讲无色声香味触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真如法界啊，就像楞严经说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都是一真法界，那么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啊，啊，那么这个是讲一真法界真如法界来说。那么如果要讲一切皆空啊，那色声香味触法都不行，眼耳鼻舌身意也不行。 啊，那么这个苦集灭道也都没有啊，那么十二缘起也没有啊，六度好像也没有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佛法它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说啊，那么我们要用圆融的方法去了解它啊，了解佛的意思，不要用矛盾啊，什么叫做矛盾呢？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啊，不要说拿佛陀的矛攻佛陀的盾啊！那么这个佛法里面啊，我们空中，我们执着说啊一切法皆空，讲人家念佛啊,啊，这些种种的功德啊，都是有为，都是生灭啊。或者是我们执着这个有为的生灭，觉得说啊你拢不会破失，拢没有发心啊，干那、啊、要上经念佛呢，干那要听经啊，叫经出来不啊？啊。 那么这样的用用这个来攻击那个，那个来攻击那个，这样子的话啊、呃，都是不好的。应该是说，反正每个人缘起不同嘛，哈，各做各的工作都很好啊。只要不是不要说这个，啊、呃，贪嗔痴，不要说哈、哦，我像人像这样就好啦。每个人缘起当中，就要像以前的人在批评啊，批评说，现在的人在批评说啊、呃，以前呢、啊。 过在这种诶佛教都是山林佛教啊，都是在山上修行啊，都不能不出来度众生。所以现在人就说要人间佛教，佛法要走入人间啊，啊，要要在人间里面去布施啊，要去行善去关怀啊，这样才叫做佛教。啊，你们如果还躲在山上，那个就不叫做佛教了，那不是佛佛陀的意思啊。那么所以说以前人都是山林的啊，当然现在也有。 也有了哈，当然这个都是属于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啊，阿利要亚是有为功德啊，啊你利多阿隆卓啊，阿利阿波了神系啊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如果是佛教徒，应该是用圆融的方法去看待每一种的修行，而不是用自己呢用佛陀的矛攻佛陀的盾呢、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叫做呃叫做内讧，所以我也成立一宗阿利马隆唔是立马成立一宗。 啊，那么就八宗以外又多了很多宗啊，那么实际上佛法就是一法而已了啊，不用再不用再立那么多宗了，对不对哈、啊？佛法就是一法，我们想办法去把它圆融起来，这样是才对，而、啊、不是说哦，哎你做的不对，然后呢，然后别人说我们做不对啊，这样，那么我们要了解说这是缘起里面的一个不同而已啊。 啊，每个人缘起里面有的这辈子就是要修福德啊，啊，他可能对听经闻法没兴趣啊，啊，那我们这辈子可能因缘啊,啊，有的人说哦，那那他可以深入经藏，他可以了解，那么那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都是佛法啊，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有时候讲说啊，一切都空啊，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不能执着。 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说，不管山河大地，还是树林啊、呃、围城啊、毛法，都是一真法界，都是啦，是是，都是佛法啊，一切法都是佛法啊。那么呢，那么呢，所以说要看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了哈、啊。所以这个，因为永明延寿大师他所面对的环境是在唐朝以来呢，禅宗兴盛啊，禅宗兴盛以后呢。 啊、呃，有的人对禅宗也不了解，就认为说啊，你们都在拜佛念佛啊，都是修有为功德，或者是研究经教，这个入海算沙、啊、又不能够算出什么东西啊。那么呢，这个佛法那么广大呢，那我们众生啊，你都算别人的宝，没有算自己的宝，算佛陀的宝嘛哈、啊。学经教的人呢、啊，禅宗如果问说。 这譬如平人呢，数他人吧，啊，善恰人去算人的钱啊。对我刚才讲我我无钱，我得去银行上班，我算什拢别人的钱，啊，唔是我嘅钱啊啦，对不对？数别人的钱，那么禅宗就会说啊，你们研究经教都是数佛陀的钱啊，又不是你的法，我们应该要呢，嗯、呃，要去了解自己的法，自己的佛法啊，所以因为有名延寿大师他的时代是这样。 啊，所以他才强调说，啊，要修万善啊，要布施，要持戒啊，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哈、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法它是理事圆融啊，理事圆融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啊